生气的时候，可以看看这个，这是一个教授赏给我的哈。你就不跟你的口诀来对哈，我就不跟我无关的。我就等于跟你无关的。三分钟，五分钟以内啊，你要去学习的，那个静下心来，我们先去过来哦，先生先生，行吗行吗？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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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刚刚你的心情是什么？你把它静下心来，你有没有想过呢？不听不听，你哪样啊？这样有学到了吗？好，学到了啊，很好，帮各位做什么字吧啊，真的，这个就是叫我们要做面啊，好，各位记得，每次很多人跟我抱怨他工作很烦的时候，我最后学到了，妈囡啊，刚刚你的心情是什么？在想不接不接嘛？恁来恁来，对不对？伊那遐咧受气的时阵，你就来讲亲生亲生，生我生我冤生嘛！啊，夫妻吵架时候，你就说：“我给你，我算了，我算了，活该活该，对不对？”好，这样子就是帮助我们去转念，把负向转成正向的。好，来，那小朋友呢？我们把你接来，为什么小朋友很重要？先过动的孩子非常多，过动跟好动不一样，哈。那么过动的孩子的话，过动跟好动有相同的特色，就是注意力不集中，活动量过多，这是好动跟过动都会有一个特质，就是活动力旺盛。那么呢，过动的人他多一个，过动的孩子多一个行为可以补充，好动的孩子他是体力旺盛而已，一边去两个，不会对他造成伤害。但是如果是过动儿，他有时候可能两脚踏板。会有一些比较不合理的行为，暴冲的行为产生。那有哪一些孩子他比较有过动的倾向？二有两个圈圈三角形，三有三个